近日爆红的影片《山道猴子的一生》，在影片中提到过的跑山圣地台七乙，其实假日是很多骑士会上去刷追焦照的山路，因为山路弯曲复合弯道不少，再加上很多骑士喜欢在上面测试极限，所以也常发生事故。二轮型 YouTuber 小莱姆就常在台七乙上直播山路上的情况，到底假日台七乙的路况如何，就让我们看下去吧。当然山路上也少不了赏心悦目的画面。最后还是奉劝各位，山道非赛道，行脚还是保留一点，在山道上热血过了头，下场可能是伤钱包又伤身了。